又卡，很堵然呢。没有没有，我要重打，因为这个要重，这样录影很麻烦，断掉很麻烦，要重打。因为我是边打边录。你如果说你不重录的话，你要重新剪，要把两段剪在一起，那要花很多时间啊。这边两组木的话，应该可以直接带走哦。一二三四五六，林砍的话，单张可以到紫龙700万，其他都一两百万而已。这边的话呢，先开第一张哈，把它炸掉。这个吸走哈，不要吓到水珠。两组木，紫龙单张，7000多万。这边的话，变身的话，直接靠紫龙哦，一张卡。变身其实这个都可以，都可以变身嘛。开第一张，可是这样子好像八 C 而已，要天降一 combo， 有单张四亿，变的话，玩起来感觉紫龙比较强，应该不是比较强啊，我觉得比较好，比较容易。比较容易操控啊，那个星矢的操控难易度太高了，那个一般人我觉得玩不起来，一般人真的玩不起来。真的是垃圾中华电信的问题，今天问题特别多。星矢只能入抖 M， 拜托不要再断线了啊！今天到底要断几次？而且每次都是断在我会过的那一场，每次都这样子。这边的话，直接开这个天马流星拳好了，反正不开也是白不开。哇，这样也有1亿多！冰河技能，我觉得还原版面很好用啊。这边的话，我们开一次这个不然我们开个这个好了，好不好？这没开好像也是怪怪的。这个起手，4 1 2 3 4。这对的伤害我觉得是很难抓，这对的伤害很难抓，因为你都不知道你开这个技能打出去会是多少伤害。好，这边的话直接这样，
不能消水珠嘛，是不是？好，单张的伤害一亿，好，基本上紫龙开界王拳伤害都非常高啊，都有一亿以上，超过一亿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靠冰河打，分析影片，干，我都还没打，还没拍完，还没全部玩完，还有一个垃圾还没玩，啊，不是垃圾啦，还有一张卡还没玩。不要说人家垃圾了，太伤人了。好，这边起手。OK， 我们这边把它带走哈，直接开这个紫龙变身哦，完全恢复生命力，然后这边起走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冰河当队员蛮强的。哎，怎么又感觉卡卡的啊？中华电信是不是又要搞我了？哦，大姐大哥别这样子啊！庐山百龙霸再加这个金光火焰旋风拳哈，直接来了哈，不演了不演了。OK， 水火木强化盾。单张啊，紫龙单张卡片，我不没看到打多少，好，反正就是很痛。这边其实我觉得直接打一打哈，直接开这个，好，这边起手，不用转得多啊，两组木六 C， 好，看一下伤害。紫龙单张还没有转到强化珠干。其实我觉得这个一挥反而还比较没什么 太大的用处，直接开天马流星拳，好，直接开天马流星拳。好，天降一组光，两组光，好，天马流星拳，单张。哇，追打单张1000多万耶，还追打那么多次，2亿多。我老实讲啊，我真的觉得这次的玩法是蛮有特色的、啊。不过呢，就是如果真的要玩要强度的话齁，我认为是没有到真的很强，是蛮有特色的，没错啊。伤害的话也不低啊，说实在的，如果你会玩的话，那前提建立在你会玩的情况下齁。但是我认为不是每个人都神转珠啊齁。所以这个抽的话，应该还是以队员像为主吧，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强啊，对不对？真的很难操控、啊。对啊，很吃操作，很吃操作。我自己刚一开始我不太会玩，我就觉得很难玩，非常难玩。不是说很烂哦，是我觉得很难玩，很难玩。很难操控。好，紫龙有没有左下角起手齁，新珠回复力3点多倍齁，这样有没有，这样子一组星齁，四颗回8.8万，刚刚消三组星回59万，你知道这个多扯吗？三组星回59万，好，这样子新珠全部吃到，剑全部吃到，一组星95000。好，来啦，直接变身啦！哦，直接天那个追打这个没有追打，这个直接这个好、哦、追打。表弟回去了。好，这边最后一关我们直接开这个天马彗星拳了、啊、好不好，天马彗星拳，然后一样这个起手，然后转直牌。
一张打多少？哇靠，加起来317耶。好，大家看清楚了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三组新珠，让你们看一下这个可怕的回复力。好，三组新珠的回复力到底有多夸张？好，三组新珠，好，看一下啊，好，没有什么天降，36万，这边我看一下，补36万哎，可以补一补盾的，回复力真的有多扯的。随便补都10万，好，这边我们转一组星好了，好吧，一组星，啊，一组星好5颗，回12万，12万的血量，哇，随便，只要你场上不要断星，你就不会死，好，这队可以说是这样子啊，然后你要左下角起手，只要你场上有一组星，你就不会死。10万又补10万，两组星哦，左下起手3.20倍回复力，两组星补20万，不要拿秦皇比，对，秦皇那个是做坏的，不要拿了比，不能以他拿标准啊，不然以他当标准的话，其实没有强的卡，全部都很烂。好，这边我们技能爆发全开哈，我想一下怎么开比较好。延长移动符时间，这个不行哦，因为它只有它自身可以发动攻击。我们这边开这个庐山百龙霸好不好？然后哎，不行，这个引爆场上所有符是7倍，开这个啦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开这个变身，好变身。然后这个也把它开这个。然后再开这个变身 ，OK， 然后这边起手哈，这颗起手，再加个龙颗，我这个天降全部都卡在一起，不太行啊。OK， 单张，哎，消耗新珠了，哎，消耗新珠了，我消耗新珠了，算了算了，先开这个新使的射手座之剑，好，然后一样这个起手，好，三组光。1亿8000万哎，1亿8000万，好，这边不要消心哈，不要消心，新珠用叠的，新珠用叠的，好不好？新珠用叠的，新珠用叠的 ，OK， 一样可以带走。哦，这哇靠，9亿7。怎么那么痛？哎、欸，我不要演戏啊，是真的吓到。怎么9亿7啊？这边要60颗哦。哎、欸，我看一下有没有那个版面可以固定的。哎、欸，固定的超爽。这样子固定消30颗。哎、欸，我又发现星云风暴的一个用途了。哼。然后还有什么可以用？这个可以用嘛？对不对？
我、哦、技能太多，啊，技能太多。这边还有什么可以开？引爆场上所有腐蚀，好、哦。OK， 哇，这个其实我觉得只用打十风网哦，整体来说我觉得比星矢容易的多了。我觉得紫龙比较好打一点。